有个 Tommy 咁啊，而家变咗喂。好，第四次上头啦。上头结婚。有钱，但系你好肥；冇钱，但系你好型。我而家咪系咯，冇钱但系好型。俾咗个位你。Hello， 我系晴天林啊，嚟到呢个大变身环节啦，一直在换命嘅环节。即系我之前咧都话过话想大变身大改造啊，所以咧今日就自己漂白染发。咁咧，因为一直以嚟我个头咧其实都唔系好上色嗰啲嚟嘅，今次咧就决心去漂发啦，因为其实咁大个以嚟咧。我都未漂過頭，驚傷頭髮嘛。咁點解我唔去髮型屋漂呢？因為我本身就點解咧？其實因為冇 sponsor， 我冇髮型屋 sponsor 我啦，同埋出去染咧其實都幾貴嘅，即係我係好窮啊嘛，大家知道。窮困音樂廢青 ，pay me 平平地試下睇下染唔染到波效果。咁今日咧請咗我朋友嚟幫我染呢個頭髮啦。點啊？我都好緊張，其實我都驚一陣會甩曬啲頭髮光頭。我就自己去嗰啲卖染发用品嗰啲发型就买咗一系列嘅用品啦，有梳啦，有呢个漂粉啦、水啦、手套啊、碗啊，同我另外就买咗呢个最重要嘅染发。呢个嚟咗好紧张喎，我都未染过发，原来佢冇经验嘅，唔紧要啦，临染嗰刻先知道。我系买咗呢只灰蓝色嘅染发，系啊，咁就。希望染到一個灰藍色的頭。好，嚟啦！我哋將呢個漂髮劑咧溝咗落雙氧水度。Gatsby 嘅漂髮劑，20cc。喂，乸乸地喎，有啲正常嘅。正常㗎。大家欣賞下前邊人刮頭，應該未見過。我額好高㗎，其實。同我有型喎，我都覺得佢型。20 minutes later， 漂完一次的效果咧就系咁啦，啡啡地。睇下先，其实系已经开始啡噶啦，佢头发，但系咧就好唔均匀一啲，所以我而家第二次染咧应该会好啲。漂染第二次，好啦，喺呢个等待期间咧就开始处理呢个第三次漂粉啦，同埋呢个系12% 浓度嘅双氧水，点啊？咁知道。跟住用呢支棉膠嚟。見到我仲錄緊。見到啲十蚊撈面啊！係啊，腸仔冷面、魷魚，呢間叫咩啊？百味。係啊，幫人賣廣告。直入式。20 minutes later， 漂咗第二次咧之后就变咗一个 M K 头啦，但我觉得要再漂多次嘅，先会有嗰种全金嗰只效果。哇，成个 Tommy 咁啊，而家变咗喂！呢啲头发真系即刻成件事差咗好多。系啊，太挑人啲时间啦，而家问下啲私人啲嘅问题。冇呢个环节。我新加咗一个环节啊！你讲，你最中意嘅粉丝系边个？冇啊，大家都系中意。你好有钱，但系你得50岁命，定系你需要有90岁命，但系好平凡？我想有钱啊！系啊，有钱50岁，我一定系拣有钱。我都系咁话，都冇诶，有钱都30岁咧。吓、啊，你要咯咁。有钱，但系你好肥；冇钱，但系你好型。我而家咪咯。冇錢但係好嘢，俾咗個位你入去，等10分鐘，好緊張啊 ！10 minutes later， 而家我漂咗第三次啦，咁其實已經變咗好橙好橙，但係都未去到咧好金白嗰只，所以咧而家諗住漂第四次，我好驚。好，第四次上頭啦，上頭結婚啊！而家呢个系橙嘅头嘛，我系要漂到好似孙悟空、超级赛亚人嗰只黄色头。20 minutes later， 漂咗四次。
我哋漂咗四次啦，咁咧而家个头其实都未去到话真系超级话好白啊嗰只嘅，但系因为我哋已经冇晒漂剂，所以而家咧就上色啦，直接好似乌冬喎。咁四次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就直接上色啦，即係灰藍，灰藍嘅 PM 七。呢個頭係想點咧 ？20 minutes later。好，經過漂咗四次同埋頭先染完嗰灰藍色之後咧，就變咗呢只。唔係灰藍色啦，好明顯。咁咧就變咗有少少古銅啊、綠綠地色嘅。我唔知點解。我頭先漂完四次係可能去到橙黃色，未去到真係全好白黃嗰只，所以就好似唔係好上到佢嗰只色。仲有其實我個人就真係唔係好中意綠色嘅，因為有啲似戴綠帽咁。咁我睇下可能過多幾個月再漂多次。好啦，如果覺得我呢個頭靚嘅話咧，就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如果覺得唔靚咧，就唔使留言啦。下次嚟緊咧，我仲有一個大變身嘅影片係關於我嘅減肥歷程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我 channel 啦，拜拜。